对我啊，自己有不要点在不我的爽。台提到别人哦。他跟咬特别有缘。哎，对，这个我要说一下，我上次打欢乐赛的时候，看起来好像是然后咬口完气不我是有的。点凶吗？那是因为有人就在我的台说，那个什还给么，他因为我们个，上次就是那他个什说在么看广播。TNT 场吧，对不对？捷克选手到了一个新的洞窟，这个我们。洞窟似乎似曾相识，这究竟是哎、欸，谁的洞窟？我先关了，好吵。就 TNT 场的时候，他就是其实都蛮帅的。那时候我们就说禁止用弓跟弩，对不对？这个说他是特地订，他是刚订阅我的，然后就说我可以口气不要，就是让人家觉得不好之类的嘛。他就说可以用弓或弩嘛。他说：“诶，没有，他是说可以用弓射人，那可以用弩射人呐。那因为这个我们已经开场到现在已经讲了30分钟了，那他还讲了一样的话，啊，我就直接说啊是不能用弓啊，就说不能用弓跟弩没。然后他就截了我，他有没有在聊天室？我现在是没差啦，反正我讲给他听啦。反正就是你都是特地来打字是，诶，你应该说。”你为了追随特地打字，对不对？讲错了，你为了打字特地追随我，对啊，表示你就是根本都没在看前面的东西啊。而且台规那些我们也都是一开始就讲到很烦了啊，你后面你也好心一点就讲说什么，不好意思我刚来，然后你就说你可以用弩啊，可以用弓啊，这样不是好一点吗？说我口气差来啊，真的要尬的话。然后管理员已经。讲了说不要再提别人，提别人啊，你又硬要讲话，那你被 ban 就不要怪我们凶，然后你要去靠北板去靠北我们也没关系啊，我也只会回说啊，就有人是听不懂人话啊，嫌我们凶，对吧？没有啊，他那时候我一开始以为他是为了那个特地订阅我，我没看清楚，他是特别订阅我。然后说我对他很不礼貌之类的，我还一开始先道歉，然后后来看一下他只是追随而已，然后后来我就讲出我刚刚的讲理论，因为我的台子是追随马上可以打字啊，很多人的台都追随要半小时或10分钟才能打字诶，对吧？还是我以后就改成追随10分钟好了，不然每次又遇到刚追随，马上讲一些奇怪的话，然后又退追。那干脆就是先让他订阅，不，追随10分钟后才能打字，这样子他过程可能撑不到10分钟他就离开了，这样也比较好。汤包包想被凶，真的假的？下次高雄啊，让我凶你啊！哎，我的 Q&A 就一个很奇怪的问题啊，他都觉得我是 S 还是 M 吗？哎，其实我真的要讲哎，我其实。不 care 这个诶、欸，哦，反教主恭喜10万订阅，未来目标是念教，谢谢你们，然后没看到多少钱，感谢，哎、欸、要抖钱的礼拜四再抖啊，我弟礼拜四一定会开台啦，因为我们要去台中，呵呵，好，我先回去那边了，在种树，哎，树长大了，哎、欸，这哪出来？还在撒谷，谁又在开巧克力吃？是谁那么爱吃？你先关麦好不好？你顾虑一下大家，大家一起吃关啊，麦好吗？好 啦，好过分紫队跟绿队要打架了啦，哦！啊，真的吗？真的。然后紫队如果抢到附魔台的话，他们的装备就 up 了。哪里要打架呀？紫队跟绿队啊，在吃东西不听我讲话啊，还嫌有啊，我凶。我没有，啊，你我刚有刚说在哪队要听。讲打架？对啊，现在紫队都全部蹲了过去，他们应该知道这里有人。哎，是他们看已经到了吗？有人站起来是不是？吧？还有附魔台不难的。啊，打了，哎，他们哪里岩浆缓缓前进？看他到们发了，现了。他们一定有听到脚步声。有他们，哎呦哎呦哎呦，哎呦！哎呀，哇，这一下应该被发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被发现了，被已经发看现了。到了。总 比要上总岸，比冲上去了。他想示好，没有，哎、欸，我还的是月天，饼，这是我什么？看，这个拿
他不想要，他不需要，天哪！月饼给他直接被弄死。周平心很痛啊！完了完了完了，这个冤结大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，完蛋了！我完全不想跟他交朋友，直接真的是不交朋友、欸，直接开烧，哎、欸，不沟通的、欸，没有那个想跟他好的那种想法。完蛋了，心结心结！哇，月饼换岩浆，真的，真心换绝情。周平，周平，好难过。周平，哎、欸，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，被砸工了被砸工了！啊，这边。啊洋洋快逃啊！你的完全没有要，洋洋，装备烧掉，装备烧掉，拜托你把装备烧掉。把烧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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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烧掉装备，烧掉装备，洋洋来不及了，哇！哦，好，哎，有啦，有圣剑，圣剑了，圣剑了。魔术一本，其实也不该烧掉哦，烧掉就不能对抗那个了。可惜，真的哇！来，上来，上来，点一首《真心换绝情》。等会唱，等会唱。完蛋了，玩熊心蛙，哎，人还没来，等一下。好好好，月饼换岩浆，好难过，好难过，真的好难过，好难过，早早不扔了。哦，因为他一开始丢的不是钻石，丢钻石。GG。太心痛了吧！八也蛮可爱的啊，能上上来啊？不能上来啊，那个播放器也准备按了。现场转播。他不但不收起来是往，还上人家，还打人家。往死里打。不需要，他们打得赢黄队，他们不需要。好恐怖、啊，这些人。我不屑于你的月饼。对，你收起来快点。我喜欢吃的是粽子，你打死就有了啦，还跟你交换、啊。我喜欢吃的是粽子。你以为我是傻吗？我们绿队灭团啦！你要不要去叫他们上来啊？对啊，可能现在在哭吧。完了，哲平在哭了。去找他们。对啊，把他们拉，直接把他们拉上来哭。没能力啊，要管理员。对啊。我也去关心一下好了。好，你知道我们刚刚有三四个人在你旁边看你边走边排，上来上来，对啊，打排位啊，然后重点是挖的东西还比我多，莫名其妙。有啊，我都有看。居然在打排位，走啦，上来啦，泽平，还真的在打排位啊。那运气。边打排位一边挖，所以他现在打排位，没空上来。看来以后玩游戏都要打排位，运气最好了。他还没上来，还真的在打排位，他打排位，他在打排位，不要吵他了，在排位。他刚刚真的边打排位边玩，好难过，真的好难过。哎、欸，刚刚我影片上了，刚好闭着。你上什么影片、啊？我刚刚把他稍微剪了一下，刚刚上了，白痴的。去点个喜欢。哎、欸，超好笑！我就、欸、你这没有你比赛还没结束，我就先上片。我没有进去知道，我没有打算知道。然后因为我觉得超好，之中画面还有很多精彩啊，想说我再一次发，很精彩，就像刚刚的真心换绝情一样。真的心很痛啊！扔了两个月饼，换了一桶岩浆。完蛋了，这个心结，心结。一顿暴打，摇摇鱼骨啊！没笑三球，那还在这里可以鱼骨，他就八百之后再挖一百就是又鱼骨，可是感觉他们换地方，隐约这边下面又有金矿，他不挖了，他没有苹果，他挖了也没用，真挖起来吗？对啊。哎，我在想看他打掉，没看到金矿哎。他挖东西，打那个。哈基又要被叶妹咬了吗？冲啊！看一下哈基，居然有叶妹了吗？我一过来就看到，哈基马上掉头跑掉。咬他，咬他！他把自己啃起来了。叶妹跑了，叶妹。我听到叶妹叫声，有狐狸尖叫声呢、欸，它上面有一只狐狸尖叫，狐狸狐狸看狐狸，每一届都是他哎、欸，狐狸有毛下，
头上有雕的什么啊？头上有叶妹都是他。狐狸，这个狐狸怎么长？怎么？哎、欸，它叼着什么呀？哎、欸，天哪！两只，两只。这只有什么？咬的蛋。羽毛、欸，哎。咬什么？这只是羽毛。另外一只有蛋。好可爱哟、哦！它叫了。走一走，坐下；走一走，坐下。另外一只脚会酸啊。很累啊！哎、欸，它的叫声跟它的打呼声不成正比、欸，哎。它的尾巴好粗哦。那你站起来又坐下来了，太累了，太累了。狐狸在发呆。欸、还有九分钟，你们就上来了耶、欸。看，你看这只狐狸刚刚就已经停在这里停很久，在思考人生。在看什么？在看思考，思考到现在。东夏，求你了。不求你了。狐狸的叫声怎么有点像橡皮鸭子的那个？急早鸭鸭的声音。我觉得它的叫声跟它的打呼声那个不成正比。哎、欸，狐狸的里面。泽平跟泱泱还不上来，打排位啊！两个都在跑，两个都在打排位。原来哦，哎、欸，怎么有床啊？谁有床？刚刚那个哈基放了一张床。废话，他刚刚有头上有叶妹，他不放床要怎么办？可是要睡到有出现那个按钮出来不是吗？睡一下有用吗？不是要，应该要全部都躺过。不是不是，就是、他是刚刚头上有叶妹。哎、欸，他这个躺一下会祭点吗？躺一下会消失吗？会祭点 啊，可是死掉还是死啊？哦，对了，可能拿个成就吧。躺床是要干嘛？躺床有成就？有啊，甜美的梦。我刚刚就说有叶妹哈。可是，哎、欸，好多僵尸。不要躺过床有用吗？不是，我记得是要睡到按钮按说可以起床之类的才算结束、啊。刚刚打萝卜嘞，可是这样如果是别人的耶、欸，他们前面好多怪啊，搞不懂。嗯，人他们现在睡过之后没有页面就，这里怎么一堆棒子啊？那个树的叶子，姚表示他想干嘛？哦，旁边三只苦力怕哎、欸，后面到底什么？看来哈基还是很想要 TNT 光车。哈基说了，不要让他爆，不要让他爆。哈基说了，不要让他爆，我要火药。哇、哦！有啦，他至少上次玩过了，上次不知道谁被他打。他每季都要玩啊。有他，有他。很抱歉，今天不行。哇，黄豆的血开始逐渐下降。预估惩罚，好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被看到了。被谁看到？黄队看到红队了。好。摇啊！有发亮被看到了、啊。我找不到黄的。黄队。我从摇这边看不到黄队在哪。红队在哪？红队发光。我是讲我讲到黄了吗？红队发光，我说黄队看到瑶了。红队，所以我说我从这边看不到黄队在哪里。我从瑶这边看不到黄队在哪里。对，我说红队发光，因为瑶鱼骨惩罚。我好乱。对啊，所以我说我在瑶这边我看不到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反正一边发光了，一边可能看到养到狗狗嘞。
他们距离很远吗？黄队跟红队有点远，有斜着挖得到啦。没得。快要，我觉得这个是这个时候来抓咬应该还不错吧，因为他再挖多少都会一路。哎，狗狗，咬他，咬他。哦，会卡了，会卡了。那排位讲了多久啊？我们在讨论战术。哦，一直升欸，好刺激哦！到处都是妖魔鬼怪。哦哦，我们有僵尸村民。冲啊！库里帕，库里帕，冲啊！库里帕，炸他，炸他，炸他是、哦！哇，可惜，可惜。有欸，有发现了，全身都钻石了。他全身都钻石，他是主力。他们还养一只狗，会不会 K 到队友啊？应该 K 不到队友吧 ？K 不到啊，没有，很可惜啊。怎么咬？现在才挖到钻石。有一件是同队伤害打开，可是之后就关掉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可恶！万一打开的时候是被自己人给干掉的呀？哎、欸，怪直接生在隔壁耶，不是应该生在20格外吗？